咪住，哇！点解突然间咁多人嘅？阿叔，今晚又帮我。阿哥啊，阿姐啊，小弟今晚有啲事啊，可唔可以第度开片啊？唔得，喂，边饭噶？侄啦姐开片，见唔见佢衫咩色噶？红色。 红色啊嘛，我顶爷红线女，我哋主题曲就系皇帝子孙。咁啊，红线女点会同黄韵诗搭？千祈唔好搞错啊，唔系红线女搭黄韵诗，只不过系我哋争紧边个唱歌唱得好啫。咁啊，红线女梗系唱得好过黄韵诗。你又唔好搞错啊，我哋唔系争紧呢两个。我哋系拗紧徐小凤唱得好过梅艳芳。哼，叔，我就话梅艳芳好过徐小凤。徐小凤好，梅艳芳好。叔鬼听歌咩？睇你个衰样啊，最多咪19岁。19岁再见咗啦，我而家系19岁01日。喐佢。 又唔系黄，又唔系红，即系唔系黄韵诗，又唔系红线女啦！你系边范噶？我，呀，又唔系黄，又唔系红，白衫，你边范噶？攞支架枪吓阿姐添，你未死过，死啊！你放你李丽华咩？白色，唔通白雪仙照嘅红线女？ 白雪仙、黄韵诗都唔拉更，又会带上嚟。快啲查清楚呢班咩人，要喐佢。喂，佢都系杂色衫嘅噃。喐佢！大佬清啊，查清楚啦，全世界黑色。